怎么不让说呢？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他们说我的影子会妈妈的，你看见了吗？这不骂骂的不行了，你的准头手太狂了。哟吼，点扣抛抛，回家呀。风中带着寒意，哎呦我又扣了我一下，好扣。回家了，扣一下，包包。枪火不会带来救赎，但我仍要试试。别动啊！别吃。点，点。当遇到左右为难的选择，就让他们都下地狱。抽一下，插个眼儿来。跟紧你所知的魔鬼。一啪啪抽。点。点。抽一下。地狱接种，啪啪一抖，啪啪，闪现点燃平 A 吃药，走啦，回家了。枪口，伙计，看看是谁。黑暗在我身上打下了烙印。双长剑的话是可以的。我的卢仙为什么不带鞋呢？买不了鞋呢？魔鬼总能达成所愿。女神之泪没有用啊，那卢仙不需要那个装备。海妖西兰刀无尽，完事儿。抽一下，爬不了啪啪。你死定了！一啪啪，啪，啪，抽啪啪，啪，啪，啪。这波穴位是有点狂妄了啊，狂妄，狂妄。最后一票永远都不可能是最后一票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装备一了，装备一了。大虫的虚区还是有点高。满世界都是人和怪物，大多数都是一半一半。天境的正义，我看。Shut down。收了诅咒的人最麻烦的就是，他们总是不敢安心。先查个眼儿。护臂。草原上还有比黑影更坏的东西，
很明显，这大虫子啊是要玩 AP 吃我们了。这波升六塔下直接强杀他，双手举高，先别着急推啊，先别着急推，慢慢来，下边再推。点点，一啪啪树，啪啪 W， 啪啪，树啪啪，一走，那哈子就在这里。可不得哈子，谢谢黄金物，感谢黄金物。这恶魔之血倒真做了件好事。等个暴击，谢谢极品小青龙的长胜飞机，谢谢极品小青龙啊，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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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老板的大飞机。但是我还是求求大家，如果想送的话可以送半卡，送半卡的话我们可以有黄金，不是黄金呐、啊，对，黄金，黄金双倍卡。收一下，啪啪，感谢点，我估计不一定能点得死。那大虫子是吃小兵了，我说他咋不吃我呢？我就说这大虫子咋不吃我，刚才给我吓一跳，我寻他要把我吃了呢。短剑加个血，没那钱。这波他只要敢放技能，他就已经死了。所以你为什么一定要逼我？死在我手里是罪有应得。人马一看呢，就是那种就是智力不太高的人，你知道吗？一看智力就不够高，说什么？哎呀，只会长手打短手，起来也没必用。英雄联盟，所有英雄起来都有用。只要你能拿到优势，他们说我是恶魔，就可以错。你英雄肯定都是有扛他的英雄的，我压的你线上你都玩不了，你拿什么打团战？你5000块钱，我15000块钱，你就什么英雄他能有用？在装备面前，这都没有用。善心不易，不过我尽量吧。爬的带中，我们就不怕了，上路推。
哎呦，点抽，啪啪啪，拔不了，点岩抽，啪啪一刀，啪啪。我会通知你的直系亲属，用枪解决。一会儿我们的伤害会巨高无比。我依然听得到邪恶之地的歌声。没有意义了，这波啊！其实应该回家，捡一下，收一下，啪啪拔不了 E， 啪啪。不着急上，让他勾。一瞅就是来人了，全死！我一寻思就得全死，因为那蛤子太勉强了，你知道吗？那大虫的技能都放完了，他才上不一样了，沉默也没有，这还追个屁？这还有什么好追的？不可能永远逃下去。算时刻即将来临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Your team has destroyed. 试试这个。完了，给我 A 着了。永恩有点肥呀。永恩是五个人头，我们才六个，他五个人头，装备不错。看呐，我是穿着靴子死的。虫子挑食，虫子挑食，不是人家想发育有毛病吗？没毛病啊。每天都有一个人成为荒漠的早餐。有什么毛病吗？红肯定得拿的，只不过不是时候，别急。这波直接拆中吧，下路咱就不去了，把中路给他拆了。我就不放 E 了。永恩可能在右边啊，我扫一下。现在对我威胁最大的就是永恩。不过他要是能死也可以，可以接受。他的盾弓我打的身上不是那么特别掉血，等我们无尽了伤害就够了。一墙啊，我怎么一墙啊？我刚才一墙怎么往这儿一啊？而且他先开的一，我上啥一墙，我一墙他就开大，没用。
那有文有义有R，你个卢仙往哪跑？除非他没有R，没有R我就能打死他。先去下路收过兵。恶毒的心永无止歇。把下塔拔了。我们现在已经拔了三座塔了，外塔基本上都是我们挖的，这很重要啊，拔外塔很重要。来这波中路该我们收割了，一打吧妞，你居然连枪都来不及拔出来。大虫子可能会在这里出现啊，我不是好人，挡一下，但也没差太多。估计有人要气炸了，估计有人要气炸了。一天又一场，这句话说的没错。天际的正义，两千八上杀怪兽。没什么比这更棒。我这把连春哥我都不出，因为我根本不会死了。等到我们出完无尽以后，所有近身的人全部都会给我们打死。先撤一手，这波我直接可以E这个小波比的脸，但是我没有E他的双眼。嗯，我放过他，因为我想稳一波。一点呀，啪啪哥，打不了。跑得这么远，小兵来了，有点烦。人的恶生长于自己的影子中。不加无尽。不要停步。不要挨枪，无尽窝力训印，再加个青雨儿。这刀锋真能 K 呀！道上的人不讲王法，躲开！不要停步，不要挨枪。波尔比还带啊？波尔比，我记得你好像是没有狂风之力呀、啊。我依然听得到邪恶之地的歌声。
战心如意，不过我尽量。来一打吧，给我啪啪住啪啪。那虚区怎么那么高呢？那虚区真可恶。但也确实没办法，人家是那种中单带平 A 的英雄，我们属于是远程英雄，打不过属于正常线下。看来地狱还不想接我。但我们这波没打过永恩的主要原因是赖谁？你们觉得赖谁？你们想一想，我考考你们。之所以永恩能打得过我，主要是赖谁？主要是赖刀锋。如果永恩跟我对线，我不可能让他打过我，明白没？枪口，伙计，死在我手里是最值得的。有没有那晒味儿了呀？感觉 A Q 啪啪一啪啪啪，一打不了 Q 一下啪啪啪啪啪，射你个雷！